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打开食品或药品的包装，经常会看到一些小药包，而这些小药包有些可被磁铁吸引，对其主要成分及用途之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 A 那个小药包的话，应该是铁粉的抗氧化的作用，内含有铁粉以增加重量，这个错了，不是为了增加重量。这样看 B， 内含有活性炭以吸收包装内的异味，应该也不是啦，不过活性炭好像是可以吸收异味，倒是对的。这样看 C 选项，内含有铁粉的吸收异味，这个不对了。铁粉的话呢，是这个抗氧化作抗氧化的。这样看呢 ，D， 内含有铁粉以吸收氧气，这个对，防止 物品变质，这个对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D。